皇帝破产喽！我是张瑞云，Hello。是张若昀爸爸。然后你先。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组装电风扇。现在张若昀会当我的小帮手。好，接下来我说请拿给我什么，他就会拿给我什么喽。好，我们第一个要先看看电风扇最里面的是什么，是这个。还是这个，还是这个呢？好，我们来试看看，让小帮手先拿给我看看，是这个吗？哎，装不下去。下一个是给我，还是哪一个？哎，不对，它应该还有一个东西。好，再来一个，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最后面的。好，再来一个，是什么？不是，那是剩下什么呢？哦，就是这个，对，很棒。那你再帮我拿一个东西，要固定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你猜猜看。诶，也许是哦，我们试看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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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没错耶，好，再来是什么了？是这个吗？老师看看，轩轩看到他的一个半月形，对准他的半月形，好的，要把它放进去喽。耶，好，还有什么呢？是这个还是这个？哦，是这个，小帮手非常聪明，没错，就是这个，是。哦，它是反方向的。好，转紧之后，最后一个是什么？竟然就是这个啦！这个就是电风扇的盖子。盖子呢，把它装进去，然后呢，听到咔咔咔三声之后，就装紧了。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，竟然没有会动？难道是没插电？对，没插电。好。接下来我们插电测试一下呢，看看它是不是很稳固的。来，先用小的试看看。这是大的。哦，这是大的。喷水。好，好，摸摸看，摸摸看，哎，它有没有晃晃？有点水。有没有觉得风变强了？哎，有没有觉得很凉？很风很大？嗯。有对不对？第三个的。哎，然后呢？最大的，最大的，最大的，看看。哇，好，你看都非常棒，都没有问题，没错，我们已经装好了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